有人话男人中意女人嘅部位会随住年纪嘅增长同埋品味嘅提升由上至下咁推移，有历练嘅熟男啦噃，当然系中意睇脚啦。美国潮流教父 Tom Ford 曾经讲过，唔着高踭鞋嘅女人谈不上性感。试谂下，一对摇曳嘅双脚，再加一个摆下摆下嘅 pat pat， 几 sexy 啊！所以如果有一日你同我讲你中意咗女人嘅脚趾公，咁可能代表你嘅寿命已经走到尽头了。